三分钟，还有三分钟，万一四十号演习就要开始。我看到旁边这边工地有在还在施工，演习的时候施工要不要暂停呢？各位觉得等一下演习的时候他们会继续施工，还是会暂停施工呢？现在路上还是有车子在行走，那么等一下演习开始的时候，马路上就不可以，在车子及在马路上就不可以再走了，就必须要立刻停靠路边。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蒙甲龙山寺，好，还有它的对面的蒙甲公园。看到台北101哦，这边远方的台北101，再过来一点可以看到忠孝西路跟管前路口的星光摩天大楼，星光百货站前店，然后再来可以看到西门町里面的阿曼 TIT， 类似帆船酒店的，就以前中国戏院所在地的那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再回来龙山寺这边，演习快要开始了。目前马路上是已经看不到行人跟车子在行走，可是旁边的工地还里面的施工人员还是
照常在施工中，并没有因为演习的开始而暂停。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还是在施工。看龙山寺，拉近一点。这个是龙山寺的大殿的屋顶。我今天没有拿那个稳定器啊，有一点抖。今天5月18号，从刚刚啊下午1:30开始到2点，是北部地区的万安40号演习。那么在演习期间呢，大家要待在室内，不可以在户外行动。那么会有警察在路口监控那个状况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像我这边的路口就可以看到有警察。路口都有警力在这边支援，大家应该会觉得画面很陡哦，因为我在蛮高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因为放大画面，所以小小的抖动会看起来要像很大的抖动，因为画面被放大。好，我再把它拉回来。我不敢用三轴稳定器啊，因为我怕稳定器如果松的话，手机可能会掉到下面去，就再见了。在这种高度，我还是觉得用两只手拿着会比较保险一点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变化。其实我刚刚主要是在看说工地会不会暂停施工，然后现在得到的答案就是演习期间这个工地还是会照常的在运作。这个工地是那个应该是算政府的施工啊，他们要盖那个派出所跟消防大队的办公大楼。这边是桂林路跟西园路口，原本以前万华分局就是在这个路口，那么后来万华分局搬到现在在康定路那边，康定路靠近武昌街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整个拆掉，要盖好像是10层楼的大楼吧，地上10层。地方看看，这边我可以去开一个淡水河边好了。
淡水河边，这边有黄河南路的高架桥，我们可以看到高架桥上面现在也是完全没有车子在行走。哦，现在搬到龙山寺图书馆那边是桂林路派出所，就是之前那边大楼还没有拆的时候，万华分局那边是万华分局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桂林路派出所，那后来万华分局搬到康定路，然后那栋就变成是桂林路派出所，然后现在拆了以后，桂林路派出所就暂时搬到龙山寺对面，西园路扯的对面的以前龙山寺的附设图书馆里面。那么等这边的大楼建好了以后，桂林路派出所就会搬回来。那么万华分局还是在现在康定路新大楼那边。我看到有车子在走了，所以这一台车可能是来不及下桥呢。可是照理说呢，如果演习期间应该车子就要靠路边停，所以还是一样，哦，车子照跑，这是一台小货车。这边可以看到艋舺青山宫的屋顶，这是桂林路的艋舺青山宫，往旁边过来看西园路跟桂阳街二段的艋舺青山宫，桂阳街，然后哇，再过来看，这边是桂阳街跟西园路口的一座古迹，叫做朝北医院。哇，上面现在也都是铁皮，刚被定为古迹不久，朝北医院。啊，路上是没有车子，看到有车子在走。没错，工地应该是都还是照常进行哦。这边看，在那个康定路跟桂阳街口的一个正在新盖大楼的工地，上面的施工人员也是还在照常施工中哦，可以听得到声音，叩叩叩的声音。车子都停着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路口的车子就直接停在路上，这也蛮特别的，直接就停在路上，好像整个静止了，并不是靠边停。有人骑摩托车，我看起来好像有穿着黄色的背心，可能是警务人员吧。我们再过去看，看看那边。这边再来看
这边也没什么变化。哦，有，你看，还是在掉东西。我有一个人在屋顶上，哎，好厉害！看一下，哎，在屋顶上面，好，那边的有一栋大楼在做拉皮，那个龙山寺旁边。对啊，因为我刚画面哈放很大。所以画面看起来就很陡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把画面再把它缩小。我看一下，那边可以看到华西街夜市的牌楼，哦，在桂林路口的牌楼，桂林路跟华西街口。在施工，我有稳定器啦，只是我这么高的地方我不敢装稳定器，因为我用稳定器拿的话，手机是夹在稳定器上面啊，然后啊，我很怕那个稳定器到时候一不小心没有夹好，我手机就掉下去了，十几楼的高度，很危险的。我平常直播都有用稳定器啊，那可是今天哦，在这么高的高度，我觉得我还是用两只手把手机紧紧的拿着哦，我比较放心，所以就没有用稳定器。主要是记录一下这个万安四十号演习哈，在演习的时候的一个状况。那么像以前啊，我现在都有在分享一些那个以前的新闻影片，那么也有看到很多三四十年前的演习，什么太岳演习啊，那些演习的影片。我看到以前的演习真的是很惊实，有那个爆破，哦，直接是真的有现场有燃烧啊爆破，然后嘛有救护人员抬着那个，就是都是用演的啦，就救护人员抬着伤患哦在奔跑，然后还有在高楼那个进行模拟的，那个高楼的失火的时候要怎么样救援哦。从高楼救人下来，然后在那个演习的场所旁边都会有一些长官，然后一排坐在那边观看那个表演，哦，就应该说表演也蛮贴切的，就是观看那些演习的人员在进行的一些表演。那么现在的演习感觉就是，第一个可能测试一下那个警报声有没有故障哦，警报声能不能够正常运作。那么再来，我相信哦，绝大部分的人就是也真的没有把这个演习当作一回事啊，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心里也会想说，如果真的要打的话，这些演习它的作用在哪里？哦，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就是演习的目的在哪里？在五六十年前哦，那个时候
因为可能随时战争一触即发哦。至少我们当时会这样觉得啊，就是觉得说好像在一个备战的状态中，所以那个时代的演习就是会让你可以去了解，一旦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，那么哦，敌军有那个飞机空袭来袭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躲避？哦，以及受到伤害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进行疏散啊、援救的一些过程。我记得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在学校然后演习啊，都要躲在那个书桌底下，好，然后用双手捂住脸部的眼睛，好，然后好像大拇指要塞住耳朵嘛，然后手指捂住眼睛，然后嘴巴张开，好，因为有可能你会有那个大的爆炸，那爆炸的话会有很大的声音，所以你的耳朵要塞起来，那嘴巴张开你才能呼吸嘛，然后就还蛮矜持的，就是会做一些这些演习的一些动作。不晓得现在的学校会不会也要求学生做这些躲，就是这些动作，还是说就只有要求学生说你就待在教室里面不要出来，还是说根本就是可以在学校里面走动，只要不要走出校门就好了？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。哦，对啦，嘴巴哈张开哈，因为如果你整个都塞住哈，有可能那个你体内的压力会让你的耳膜破裂，所以嘴巴张开除了是要能够呼吸以外，就是也是让体内跟体外的压力能够平衡，好，避免有大爆炸的时候整个空气压力骤变哦，会造成你的耳膜破裂或甚至眼睛流血这样子，好，七孔流血，所以会要求我们嘴巴要张开这样子，我记得是这样没有错，就是平衡体内体外的压力。现在几分？看一下手表，还有十分钟。我再过去看一下那个河边那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这边淡水河边的景色也是不错。中间那一块是海埔新生地吗？一整片绿油油的，不过应该没有办法上去走吧。然后，桥上现在是没有车。然后看一下，路上也是没有车子在行走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艋舺青山宫的屋顶，啊，贵阳街艋舺青山宫的屋顶。这边看到这个还蛮有趣的，是车子直接停在路上。万喜啊，据我所知哈，万喜应该是在以前的双园区的那一边吧，应该
是在大理街跟西园路大理街口的那一带吧。嗯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里不是万溪。看看，看还有几分钟，还有七八分钟。哎，这边有一个中青会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拉近一点。骆姓宗亲会，骆驼的骆，骆姓宗亲会，有没有网友姓骆的？那可以赶快知道，这边在桂林路。靠近西园路口这边有一个骆姓宗亲会。好，这边有一个竞选的看板。那不是酒吧啦，关掉的不是酒吧，是一家美式汉堡店，啊，叫做 Nest， 那个鸟巢的那个 Nest N E S T， 关蛮久了，二月的时候就关了吧。啊，现在要开新的店啊，要开一家那个居酒屋，啊，日式料理的居酒屋，也目前在装潢。可能很快就会开张了吧，他不晓得这次会开多久。之前那个汉堡店是开了大概两年的时间，它有一个特色就是，很多骑脚踏车的骑士哈，就前几年不是很流行那个骑车吗？骑脚踏车，然后他店里面的装饰就是有。挂了很多脚踏车，然后你也可以把脚踏车抬进去里面，这样是还整个装潢是还蛮有感觉的，东西也不错吃，可是不便宜就对了。在这个地区哈，没有人潮的地方，想要经营下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对啊，从这边哈就可以看到那个龙山寺的屋顶。我们一般比较少用这样子的视角在看龙山寺，所以我今天特地就是，来借这里这个地方来拍摄。那么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龙山寺的屋顶。这边。镜头这样子，现在是往南哈，往南的方向拍摄，然后可以有拉近一点，可以看到龙山寺的屋顶。那它对面的那个黄色、荧光黄的那个屋顶是艋舺公园。最近好像比较少人在那边休息，像今天演习哈，那边可能也会清空吧。现在看起来好像公园里面也没有人在逗留，应该警察会要求清空那个公园。然后这边盖的这个高楼哦，老实讲真的是，改变了一些景观啦，天际线的改变哦，原本。这样看过去是可以看到远方的山峦，还蛮漂亮的。那现在被那个万华车站的 BOT 的这个饭店
大楼这样子一盖起来，整个远方的山景就被遮住了。哇，好大声哦！这个声音的来源在这边，在施工的地方，咚咚咚。手表还有三分钟，我们可以发现哦，铁皮真的是好多，有大概是两种颜色吧，一个好像是红砖色的铁皮，还有一种是蓝绿色，绿色蓝绿色，红砖色的那种铁皮大概是要模拟以前房子的屋顶的那种颜色，红砖色，然后还有蓝一种绿色啊，总统府上面也有那种绿色的这种铁皮啊，这边看都是。很多铁皮，那当然也有颜色已经掉了，就变成灰灰的。啊，我跟101大楼里的朋友问好 ，Hello， 远方的101，台北101。在台北市大概就是不要被遮住的话都可以看到101，再过来是星光摩天大楼，101还没有出现之前，这个50几层的星光摩天大楼是台北市最高的建筑物，再过来比较近一点的是在西林南路武昌街口，以前的中国戏院的地方，后来盖大楼，现在叫阿曼 TIT， 哦，原本下面有开百货商场，改了好几回，那么现在好像是在卖韩国服饰啊，这个仿那个杜拜帆船酒店造型的西门町里面最高的大。大家都出来了，一涌而出，好像那种有一种节目，有没有？有一个以前就是电影里面在演那个时间暂停，然后解除暂停了，大家又开始继续动作，现在继续的动作。看龙山寺对面的公园里也开始有人群在走动，解除警报声还蛮久的，好像有一点快断气的感觉。好，那个各位警察辛苦了，他们现在要骑车回警察局了。好，那我们直播也要结束了，这半个小时，感谢各位的陪伴，让这半个小时的光阴不至于就这样子虚度。
那么也谢谢，就是非常感谢在这个演习里面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人员哈，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。拜拜。